可以换一下这个 exchanger， 换一下这个空调的那个加热这个 exchanger， 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上面，这上面可以啊，一定要换，一定要。所以呢，必须要换掉，不然的话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还在进去了。然后你看那个，就是那几个喷火的，然后这样喷过去，它这样通过这个风机呢，然后把它吸出来，把它吸出来。如果是你这个里面有坏掉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进去，然后这样活，然后这边进来之后呢，这个和这个这边是封死的，这边是封死的，然后这三个，然后这个是主活进来之后呢，然后到这个管子来，这个呢是封死的，所以呢这个活只能从这儿再回到这儿来之后呢，你把它。好多澳洲物品，它专门增加那个面积的，增加那个吸收面积。然后呢，进来之后呢，然后这个 exhaust fan， 然后呢就摸住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它就吸这个，从这儿吸过来，这吸过来，然后呢，这儿呢中间又挡住它，那儿又挡住。就像一个这种它是一个 kit， 各种不同的这个开瑞尔，他们不，然后里面不同的这都不一样，它包括这个 kit 里面包括所有的这种不同。过上几年之后，这个生锈，哇，这个铁锈，等于说就给它 clean 一下，上面都是好多那个钉子。因为这个现在的话，都是那个商业的话都是电加热，但后来。它后来装的那些空调，你看，都是电加热的，没有煤气。煤气的话，只有这几个装的是煤气。这边的都是装的煤气，然后那边是新加的，然后那边的话是新空调，都是那个。过去都是用煤气的。
今年是2022年的第一天，1月1号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加油努力奋斗。差点忘了，大王叫我来。